有幸福美满生活的开始都可以，愿自己这间房子635是这个家的平房尺。房地产价钱逐年一直增长，住太久底气减少开始紧张，为什么你们还是要买99？今天我有一个单位介绍你，非常适合一个人或者小夫妻，要住多久都没问题，因为它是属于永久地契，让所有幸福美生活的开始都可以，愿自己这间房子635是这个家的平房尺。厨房设计概念是采用开放式桌面的材质，还用大理石一间房改装成了更衣室。设计概念觉得不适合，可以考虑拆除恢复原貌就得了，保留镜子和神域的空间，放置张单人创作为房间。再来看吧，这厨房台面的设计特地的做了许多收纳抽屉，让家里的东西都有空间收，非常容易。 Yes Yes， 这里非常清静，被压式蓄水池下方就在附近，要看日出还是日落随你心情。如果你饿了，这里有非常多小吃店和餐馆供选择。 Prada 这里就有著名的 Caterina Cafe， 乡村的咖啡可以去雅哈巴，所有的美好就尽在 Meadows。So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unit that is freehold, close to nature, call me at 9481-8481. Once again, thank you for your time. I'm Richard from Homely Ever After. 新的房子，新的开始。RHD AAG. Bye!